Hello，Hello，老师们好。我们这一期想要发掘一下大家有反差感的一面。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希望大家保持帅气。好好。然后会有一个熟悉的道具再次的出现。这不是我们玩过的那个什么东西？他那个。啊！有点酷，就这玩意儿。哎呦，真的很讨厌！我上次吃了一个那个鼻屎味儿吧。哎呦！我先吃吧。怎么？我们要猜他什么？就是有两个人吃，闻不出来的。哎，你也吃？快点！闻不出来的。我要猜是吧？两个都是那个不好的。错了，我就是甜的。假的，我刚演的。我有点很难分辨这个味道到底好不好吃。你看这个游戏，我开玩笑的。我们吃的就像我这个，我刚刚吃的特别难吃，现在还有点回甜的感觉，怎么办呢？我这回甘。这个有点，我这个有点恶心，说实话，有纸吗？到底是啥呀？烂的。那你看吧。恶心。咦，这个味道有点像奶香的鼻屎味。我忍不住。好恶心啊！好奇怪的味道。所以我赢了，有点像椰子坏了。啊，你吃过坏椰子？就是感觉就是。我这也像烂鸡蛋。哦，我这有点像马甲奇。你吃过马甲？哎。你吃这个，坤儿。来。我要去吃这个。来。三鼻子什么芹菜味儿呢？我都不用说，这俩一定是难吃的。嗯嗯，还不错哎，都不错哈、哦。嚼，别放牙龈里面藏着。演一下你也得，演不了一点儿，演不了一点儿，好恶心啊！别忍了，有苦就说出来吧。我苦，这不是什么害羞的事儿。我不害羞，还不要一点。这个是难吃的，一看就是。你呢？你说呀。难吃的。等一下，我本人分辨不出来这好吃还是不好吃啊。你说我难吃，那就不能吃啊。好像挺好吃的，你要来点吗？你怎么给我来点？去厕所。我跟你扯一点。你快点吧，你是老花眼吗？吃这个吧，全场唯一蓝色，就因为说你是全场唯一真蓝色，真蓝人，从不怕坏豆。你挑这个，感觉这个颜色最深的灰色，棕色。我以为像羊屎一样。我这个叫给他取个名字叫海洋之心，他这个呢，他这个叫大地之色。好，嗯。康师傅，海洋之心不好吃是吧？太咸了是吧？我这还可以，咖啡豆啊。嗯。感觉那我想说啊，我做一个勇敢的猜测，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菜，你吃呗。哦。再想想，再想想，我在你干嘛呀？好香的味道啊！好香，我都闻到了，真的很难吃，好吃的。咖啡豆俩都好吃，是不是？我自己觉得有点难吃，我也觉得不是。你们要不这么来的话，那没话玩了。但是你是最后一个，明明凑过去闻的时候就很香啊。我是自己身带的体味啊，很香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好吃。真猜对了是吧？猜对了，猜对了，都加分，都加分。
没人在抽吗？他抽。做俯卧撑。用1000的力度跳900多。我觉得他会做的。我们赌吗？赌啊！五颗咖，五颗豆。等一下，我没有赌住。等一下，等一下。五颗豆子，我赌他记不住。我赌他记不住。OK。一起吃。好。都往嘴里塞。不是不是，你就是按你心 follow your heart。啊、你输定了，不至于，应该不至于。我记住了谁吃来着？我吃。他吃。你必吃。哦，你必吃。哎，1000的力度。他没转圈，他输了。无所谓。大哥，这叫1000吗？浩普男生过去。记住了是吧？1000，翻个吧，1000，我再跳一点，1000。那你们我们刚刚赌的是力度对吧？不是不是，你刚刚赌的是动机动作是吧？好恶心啊！你没转圈，我走位，我是真男人。你闻闻，闻得到味道吗？哎呦，屎味儿！哎，我吃不下去了，我错了吗？你放我一马行不行？那你挑三个吧，挑三个吧。建议不要挑这么鲜艳的，我说实话，一定有问题。真的假的呀？越迷人的越危险。嗯。还不错哈。纸都这么给你摊开了。哦，后味儿，后味儿。哎呦，好好好。耗子屎吃了，我都闻到了，我天，一股塑料味。可以，真男人。我的天，我刚和阎王做了笔交易，签订恶魔契约是吧？来吧，下一个。这是下一个游戏吧？你们要带上这个小蝴蝶啊？跟小蝴蝶跟这个游戏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装饰性。主要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你们可以自己分一下颜色，看跟今天的衣服搭一点。啊？为什么？不是这个蝴蝶在哪里？你们没有定对吧？所以它也可以在我的食指上。小蝴蝶坏了，小蝴蝶烂了。还有，不是很尴尬，在干嘛啊？我们玩这游戏，就是他不是在数数，你知道吗？就是看我们尴尬的。我是加三朵，好棒呀！真厉害，太厉害了！我挑战一下四朵，感觉我们像是什么康复训练一样。不是，这其实不是，这感觉像我们在那种小时候办那种嘎嘎卷。嗯。小孩在玩游戏。好棒啊！哎，你想到了我要想到的方法。想到了我要想到那个吗？开始弹了，开始弹了，不行。还老实加吧，能不能来个火锅啊？来个嘴巴加起来，调整。别说话了。哎呦，哎呦，可爱死了！别说话，闭嘴。没到时间，怎么还有这么多？半热了。这你们怎么数他最后送过去多少花？数呗。是只要搬到那个篮子里就行是吧？你必须得运过去，得有个过程。数一下吧。一、二、三、四。三去哪儿？五、六、三在这儿吧。嗯。乘以你了。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啊！这样行？不可以。丢下去。十三一共。十三个。去吧，你去吧。有活啊！本来有一套活儿，没用。三、二、一。哎，别贪，别贪！哎呀，贪到了吗？贪。哎呀，他贪到了。哎呦，真给他贪到了。可以干扰他吗？不可以。哎呀。哦。两个加一下你干嘛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夹花呢但这个真的挺好玩的是吗耀文是吗耀文现在是什么都不好我们也不干扰他一下挺好的感觉好像是在捞那个火锅里的鱼丸啊现在玩的不厌其烦所以我想到了惩罚的多元俊我就是乐意做惩罚真的吗？你要是看到陈凡，你就不这么说。真的，你先说，对不对？那你就总得给我这两分钟的。我都想满了，行了，差不多了。行了，行了，赢定了。还没结束。还有十五秒。都是你的，是吗？这也算。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行了行了行了，够了。十九个，二十，你算数吧。二一。行了，知道你会用筷子了。二十，二十。哎呀，二五。二六，好，二七，你算二八个，二八，二九，三十，好好。不，完了，我的翅膀好像折翼，我飞不起来了。三，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其实不太好夹，来吧。那你等我先夹一个，你等我先夹一个，试一试。你得给没有试的，我们不，你得给左撇子一个那个空间嘛，是吧？啊，好，来，三二一，开始。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 好啊，好啊。哈，我跟你说，这叫用思想。万字。真的很快，但是不能动篮子啊！这是超过马嘉祺了吧？你什么？你就是数一下，你数十六个。好了，然后只加十六个，对吧？三。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r life. 累了，还累了，累了，加累了。好好好，哎，拿过水给我再喝水。八个了吧？泡杯茶呗。十个了。十一，十二，这是我多年夹虾滑的经验。十四，有这筷子夹虾滑。十五，谁抢得过你啊？十六，好了。
好了，可以了。这不得35个？哎，我输了，哎呀，好，还有多久？25秒。啊，完了，失误了。29个。所以还是小刘是第一。一个，两个，三。那我们要怎么搞？深藏功与名，他输出了，写错一点，他结束了，试一把吧，太快了。我妹，臀部已经是翘到可以顶一瓶汽水。我妹，难受不？好累呀、啊，是吧？我没看。空。这算什么？他是不是已经摸到了？是。那我先走了。空。我可以做你的狼吗，美丽的马哥？好啊，好，在非洲的大草原上，有两头狼和一只恐龙。再见。哎，我发现了，一开始，我没看。拿开了。别动哎呦！快了！我都没说完。快了！太 easy 了！看我怎么快了！虐他！快了！哼哼哼哼！我傻！失去加分的机会了！快了！这匹狼是有技巧的狼，他是他怎么能说话呀？你总不能玩个我们这儿的还不能说说话吧？
喝了。哇太简单了，只要动作不大就能过，你知道吗？你知道只有谁过不了吗？没关系，又活了一天，已经很厉害。那有点效果吧？那都过了，不能所有人赢吧？对啊，是吧？都笑你。3、2、1，开！啊？还没开始吗？坑坑了。看了。梁文肯定能过，我就看你。看了。哎，你动什么？他被吓到了。恐龙被吓到了。动什么？恐龙把狼吃了的。霸王龙。坑，拜拜。你是恐龙？这恐龙感觉有点呆萌呆萌的。吓人！我几分？7分。他呢？9分。Come on, dude！ 哪来的这2分？第二个游戏。第二个游戏。他是第一名，你第二名。好，我被惩罚，我被惩罚什么？偷的，对呀，就是偷的，偷的，没有设置。我觉得你们该给失败者颁。失败者接受惩罚。偷的，只有一个。惩罚也是一种勋章。来吧。啊？我就知道。这什么东西啊？会有这样的节目的。来，我跟你说，就玩这种游戏，一定得想方设法赢。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祖来，祖祖奏，祖祖是我的好朋友，是该上的祖祖祸其多。摸着中奶捏着一锅，锅奶肉多推推出，世上最好的一只猪，一只猪。好嘛，都给我看愣了。我们人生大碟啊，你们。对。我们再看一遍呢。是我的好朋友，是该上的猪猪祸其多。摸着中奶捏着一锅，锅奶肉多推推出，世上最好的一只猪，一只猪。猪猪做猪猪。这个输了吗？好，从头开始。分享版我为做惩罚感到自豪。